家人们，我好像悟出了谈恋爱的性价比。如果我把换鞋的脏衣服放进脏衣篮，可能只需要3秒钟，但如果我脏衣服随处乱扔，你要气死我是不是啊？家里是飞镖场啊，脏衣服到处乱扔，给你买脏衣篮你都摆设了是吧？我就可能挨骂半个小时。如果我把吃完的外卖垃圾收掉，可能只需要几分钟，但如果我放在那儿不管它，吃完饭就扔垃圾，这个道理很难吗？啊，我说多少遍，脑子有没有记住啊？脑子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，究竟？我就会又挨骂一小时。但如果我暗中观察到冬天干燥，女朋友皮肤状态不好，但我给她准备了好用的面膜时，哦，给我准备的。当然了，这是毛戈平鱼子酱面膜，里面特别添加鲟鱼子成分和人参精粹，有霜质地，轻油好推开，敷上后肉眼可见吸收，慢慢变透明，就像做 SPA 一样，肌肤喝饱水，适合熬夜后或皮肤状态不好时急救。真的好好用，谢谢宝贝，就给你做好吃的。你看得开心的找不到北了，但如果我这样说，你卡粉了。抖音